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陈弟兄，大家较早，咱再去继续过来讲解佛说《阿弥陀经》。咱来看经文，啊，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宿王佛、啊向上佛、向光佛、大愿见佛、十色波华严身佛、啊沙罗树王佛。波华的佛见一切义佛，如是须弥山佛，如是定心佛，刷所诸佛，各异其国，出供当下相，辟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经时间，逆令众生动心时称赞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啊，咱这段呢，哈。上方佛，咱阿弥陀经中间甲咱开始，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有六方的圆满：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下方、上方六方的圆满，才有法度去成佛，才有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那么相对呢，就是咱一个人事业要成功，一定按六方的圆满。按六方的圆满呢，咱面对着大众，生生世世嘛爱圆满，咱在人后面嘛爱圆满，心口如一，道平嘛爱圆满，正平嘛爱圆满，面顶嘛爱圆满。一卡嘛爱玩玩，叫我的成佛，叫我的成就为有智慧的人。啊，以前咱一个信徒先生啊，人是真古老，真古老，干那顾家己头前扫扫就好，厝边头尾伊才无咧管伊咧。啊，有一天啊，因家火烧厝，厝边头尾拢外口看咧呾。把火快点火烧，吼！伊就足气诶，讲恁安尼拢无要甲斗三工，厝边头尾嘛，怎安尼看一直看，笑笑啊！啊，火烧了咧，人听讲火烧了爱祭煞，爱祭火神，那么伊就走来烧火寺来请示老祖。啊，老祖老祖啊！我厝火烧厝，厝边头尾人真古老，真古老。叫关一桶水，敢到破一下无？到创啥拢无？有够古老。我对世间这人是有够有够，感觉真正失望。老祖咧，贵国先师啊！伊讲，咱做人平常时，你都唔通古老。你平常时的古老咧？啊！厝边头尾无相打招呼咧，你到尾啊，你有代志，厝边头尾无人会插你，你就是一个歹习惯。厝前厝后，吼、哦，你拢无相咧相关怀，干来顾家己，自私自利啊！今日你安尼发生安尼咧，厝边头尾咧无甲你骂，你已经爱欢欢喜喜啊，干谢天谢地啊啦！那么这位信徒咧？伊就讲：“老师啊，哈老祖啊，我是要交差尔，我并无像恁来讲有灾难，我徛在牛边啊。”我错去啊，错去啊啦！你安尼唔对去啊。平常时厝前厝后面顶，哈、哦，咱爱甲人玩玩，咱唔通讲家己自作自利自受啊。到尾啊，艰苦无人会插你啊，咱即摆。社会人情无甲比以前做搁较无啊，所以啊，咱即摆社会互动的情绪会加真少，面顶下面、左边、正边
哦，啊，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呢，咱无相夹的交叉的非常多，尤其是这个公务过靠安尼现象，各位，这是得甲咱提醒啊啦。咱即摆公务都是得甲咱提醒，咱大即间就是娑婆世界，面顶就上方分，下面下方分，东西南北，迄拢是六方分的。咱会记哩，出面顶的人，伊嘛有伊的尊重，伊的智慧啊。下面的人，伊嘛有伊尊重，有伊的智慧啊。倒平正平前后，拢是有智慧的人诶。咱唔通就讲我甲你上敖，我惊出面头尾人甲我偏错去啊。一旦有灾难，出面头尾未甲你相差就对啊啦。所以叫做娑婆世界，咱世间地球叫做娑婆世界，地球的人啊，住一只会拄着五罗恶世，所以咱住伫娑婆世界的人啊，上可怜；咱住伫娑婆世界的人啊，咱心胸呢上狭隘。啊，有较开朗嘛是有限就对啊啦，以私利为主，自私自利为主啊。各位是方是利先，诸佛菩萨的伟大的慈悲，在两三千年以前啊，哈释迦牟尼佛伊就比论着这个妙法，甲咱提起。再来搁较简单的就是，咱一个人死去以后，咱有六片棺材，哈顶下倒明正明，哈这个前后一定有六片棺材。那么，请问一个人，无论你是皇帝、总统、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，世界名人，死了后嘛是离不开这六片呢？嘛离不开这六片茶呢？这六片茶都已经甲咱伫世间所有的一切歹、所有一切歹习惯、五罗恶事，拢甲咱庄严、甲咱暗甲麻麻麻的，甲咱扛去火烧掉，扛去土下带掉去啊！那么请问，咱若无这块棺材、这六片的时，咱嘛伫外口日头晒，吼、哦，风吹日晒，无人认识呢。这点就伫甲你启示讲，东西南北上下，所有的处境处后倒边头尾呢，拢是咱有缘的人，咱人甲人中间爱好结善缘，咱无处边头尾呢去结恶缘呐。那么咱就信道咧，我甲讲了，伊讲老师忏悔忏悔，我较早拢无想着安尼，原来我原来这样无耻，我原来这样自私自利，今日安尼我足感谢着厝边头尾人教我教，感谢厝边头尾人教我教事，我一定会改过，我一定会将我的心放较化咧。等于真真正正去甲厝边头尾人回多些，甲回失礼，讲差一撮啊，甲恁厝边头尾甲恁烧着，非常失礼，抱歉。若是你伫遐有多余啊，烧着还是无拄好咧，你甲讲，我一定如数来赔偿啊。咱就是信徒，哇啦，真头脑真好诶人，等伊拿起来做，做了咧，厝边头尾人足欢喜，甲斗拼厝内底斗整理，搁要搁来清洗落座，搁来咧要看日，要做灰神，安尼做灰神，我介意做灰神。所以咱人伫世间，咱一记哩，一记哩，介一记哩，前后倒边正边。上下拢是咱的贵人，拢有开悟的贵人，咱莫认为家己上敖，咱莫自私自利啊。六祖大经甲咱开始，咱一个人若去轻视别人的事啊，迄个几啊万世的恶业罪恶，咱都爱承受承担，你知影无？咱若轻视一个人的事啊，几啊万世，你都爱受这恶报，你知影无？咱唔知影关系，咱干呐知影故因，唔知影因即因缘呐。所以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呐，万项代志拢是靠家己去修持呀，靠家己日常生活，吼、哦，咱家己去做。咱真侪人伫世间呐，吼、哦，真拍拼是无唔对，真认真无唔对。但是当一旦一成功的阶段呢，恐惧走出来啊，骄傲走出来。
啊，咱真侪做官的人嘛是同款。伊少年的时真艰苦，一旦伊做官得到地位的时，讲哼，好，嘿，嘿，好好，嘿，好。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！我常常看到这种官做官的人，我讲你也唔捌我，你阿舅我唔捌看过官偌大粒无？哎，笑死人啊，笑死人！可怜的众生，唔捌事，唔捌知因、感恩、报恩。你今日做官2300万吼人给你，你领的薪水是2300万人的税金啊！你有啥物好骄傲？哼嘿哼嘿，我做无客气，我来甲讲。了了，搞你吼，你也对我歹，对啊。我假使无对你歹，无讲掉，我无救你，救你的心，干了，甲你斗死个无路用，我害死你落地噶。那难为信道了，老师是的啦。我唔知我缺点遮尼济，我改过改过改过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莫画人瀑布，了了会小度吧，了了会小度。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。咱爱有谦虚，当咱愈有地位的时，咱爱愈谦虚；咱无地位的时，我爱较谦虚。在咱还未有地位的时，咱爱谦虚；有地位的时，爱搁较谦虚。啥谦虚？因为你的地位是2300万人乎你的，你的地位，而且所领的薪水是2300万人所共同乎你的薪水。再来。好、哦，你会安尼来，会成功着。你的祖公啊、祖先，家己斗保庇好你个，好、哦，所以爱谦虚，谦虚爱让恁祖先看，恁祖先才会欢喜。请问，咱一个人成功以后，是毋是爱搁较谦虚？咱若是若袂谦虚者，咱所对的是愈来愈深嘛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已经啊，甲咱开始真济妙法，又见阿弥陀佛。佛经呢，佛法呢，甲咱上方世界啊，有大愿见佛，大愿见佛，哈、啊，就花醉迷离挂上，忧中忘喜，哈、啊，那么咱挂呢，成功在望，搁爱牛力，咱一人成功努力打拼，咱一世人对一岁甲63岁。接到64岁，64岁已经就要成功啊，到这要成功的时啊，咱爱搁较准则。咱成功在望啊，搁爱让家己啦。这点的意思，这大意思是真正奥妙。无论是修行、做人、处事的时，一旦一个人已经特别到成功的阶段，吼、哦，咱哎呀，马仔都要成功啊！马仔要创，我今日呢，我就爱冷冷静静做一个知因、感恩、报恩的反省忏悔。那不是哇！我马上成功，我应该就先庆祝啊！好，出啥哦？未将咩亲戚朋友招招来哦？结果马上宣布无成功，马上刷拍子失血转化，是种种因缘，世事无常，诸法无常，无永远属于咱的。所以成功的要到位的时啊，咱爱尊赞的，咱爱家己修咧，修心养性咧，咱唔通聊聊哦，我唱呱呱。啊、哦，感觉家己上牛，好，我拼啊，我成功啊啦，海走海走，因为马仔也是玻璃的，也唔知嘛，所以奉劝各位，咱若成功特别到位的时，咱一定爱搁较自卑，爱搁较尊重家己力，家己爱修心养性，咱成功才有意义，而且成功才真真正正会属于咱的呀。再来咧，哦，自我节制啊，自我节制，因缘顺行啊，自我节制，因缘顺行，大愿经佛的妙法。啊，大愿经佛咧，就是讲慧真根，更加上未面顶的时，往往啊，慧更加上悬的时，拢开始就无力啦，开始无力，无力，伊就化为烟。点烟个点伫面顶去，然后我对着土下来，对着土下来。你甲咱提醒我，咱一个人特别成功，咱想会穿个上悬啊，上悬的特别到飞机面顶的时啊，咱爱尊重嘞，爱尊重嘞，咱唔通呼呼个直直去。结果你小路近路咩嘞？结果拢一片的乌烟之烟啊，化为乌有，化为乌有啊！各位是方神理心，佛法之妙，确实予咱足大足大足大的启示啊！
哎，记得一个人成功到到位的时，咱爱甲尊赞的，爱过谦虚的，谦逊的。好，再来自我这些隐含信心啊，咱要成功的人，咱爱向内去这些。哈，你们很信心，咱看真侪政治人物，好，要未成功的时啊，要未遐开始就向我宣布，就是向我宣布讲，我就要做啥做啥做啥，结果到尾啊，就无半数面挂袂掉，是安那，无隐含，无隐，无信心，哈，无了解着真理，我都自我节制，啊，这唱袂掉，藏袂掉。我都自我这者，等于表示涵养无够，涵养无够，则袂将咪介绍伊讲，我这边穿什么歌啦，面顶安怎安怎啦，这种人足无智慧呢，这是唔是真牛的人诶？所以各位爱真注意啊！你要看，哎呦，我这边穿啥，这边穿啥，哎呦，也唔知呢。孔子讲假面贴都唔敢收呢，佮而且佮也袂低俗的事，你哪有可能讲咩？什么成就？所以隐言慎行啊！咱时间的关系，到这段落。